2024巴黎奥运新视野特别报道，由麦当劳赞助播出。2024年巴黎奥运会即将拉开帷幕，作为全球最盛大的体育盛会之一，巴黎将迎来来自206个国家的10500名运动员，共同竞逐329枚金牌。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奥运会动态和亮点。今年的奥运会对巴黎来说意义非凡，这是巴黎第三次举办夏季奥运会，上一次是在1924年。百年之后，巴黎再次迎来了世界的目光。除了传统项目，今年奥运会还加入了许多新元素和创新项目，包括霹雳舞、冲浪、滑板和运动攀岩等。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，运动不止运动 Sport More Than Sport 不仅是一句口号，更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深刻诠释。这不仅体现在赛场上的激烈竞争和精彩表现，也体现在运动员们的坚韧与奋斗中。每一个破纪录的瞬间都是运动员们长期训练与不懈努力的结晶，而这些动人的瞬间远超越了纯粹的竞技意义，传递出人类挑战自我、超越极限的精神。霹雳舞首次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，亮相奥运舞台。这项充满节奏与力量的运动将在巴黎街头进行，选手们将展示他们的技术、创意和风格。霹雳舞是一种都市风格的舞蹈，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纽约，植根于嘻哈文化，最早在纽约布朗克斯区热闹的街区派对上出现。杂耍般的动作、风格特异的脚步以及不可或缺的 DJ 和主持人是霹雳舞的主要特点。2024巴黎奥运会的霹雳舞比赛包括两个单项，男子和女子。比赛共有32位选手参赛，男女各16人。男性舞者称为 B-boy， 女性舞者则为 B-girl。比赛形式为一对一对抗，运动员要在比赛中完成自己的动作组合，包括风车 windmills、 六步 the six step 和定点 freezes 等。他们需要跟随 DJ 播放曲目的节奏来进行即兴创作，以赢得评委的投票。游泳比赛将从7月27日开始，大家熟悉的 Caleb Dressel 将再次冲击金牌。他代表美国参加了2016年里约奥运会及2020年东京奥运会，合共取得7面金牌，当中2020年东京奥运个人独取5金。在田径项目中，著名选手们将会在100米、200米等项目上展开激烈角逐。而在体操项目中 ，Simone Biles、西蒙·拜尔斯等明星选手也会带来震撼的表演。Simone Biles 成名于2013年。当时年仅16岁的他在世锦赛上斩获2枚金牌，其中包括女子个人全能金牌。之后，他在2014和2015年世锦赛上又各取4金。参加2016年里约奥运会，个人首届奥运会时 ，Simone Biles 早已成为体操界的超级明星，以及奥运夺冠的最大热门。每一届奥运会都离不开运动员们的努力与拼搏。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们不仅在赛场上展现实力，更有着许多感人的故事。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这场盛会中，巴黎还特别安排了一场群众参与的马拉松赛，任何热爱跑步的人都可以报名参加，与奥运冠军们同场竞技。这是奥运会历史上首次开放大众参与的马拉松比赛，让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奥运的激情和快乐。巴黎2024奥运不仅是体育的盛会，更是文化的交流与碰撞。随着奥运的临近，天下新闻2024巴黎奥运新视野特别报道将与您一起期待这场精彩绝伦的盛宴，提供最全面最及时的奥运资讯。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最新的奥运动态和独家报道，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场全球瞩目的体育盛宴，时刻关注赛事进展。奥运精神天下传承，2024辉煌永恒。2024巴黎奥运新视野特别报道，由麦当劳赞助播出。